想知道刘秋群那边也会不会唱歌。哎，牛车水那边啊，你们也来听听。我们唱到你陶醉哦。你们在唱歌的当晚呢，我们舞台上又更加热闹了。真的，刘车水的委员会呢已经来到了现场，欢迎你们，欢迎委员会的朋友们。是因为你们每一首这个新年歌都炒热了气氛之后呢，我们这边艺人朋友们也要来宣上他们的新年的心愿了。好，是来问一下伟杰吧。哎，是我希望就是大家可以在猴年过得像孙悟空一样，面对了七十而变，笑过八十一难，然后后来追上，新年快乐。是，明天呢？明天呢？明天什么新年的心愿呢？我希望各位在猴年的前程可以像孙悟空一样翻个筋斗十万八千里，富贵平安。哇，太好了！是，这都是老马，其实我们啊，年轻的弟妹嘛。还有多余30秒，大概要30秒时间，我们就要倒数哦。希望我的家人和我朋友可以像猴子一样这么开心的生活。好，现在我把时间呢交回给我们的师兄。好，谢谢。哎，好，在这里我有一个邀请，我想邀请现场的各位观众朋友一起站起来，好不好？好。Thank you.
新的一年里面呢，其实我有很多很多的计划。新的一年呢，也在这里要祝福大家，身体健康是最重要的。然后再来就是心想事成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Olivia。那我也祝大家新年快乐，希望你们的每一个愿望能够实现。嗨，各位八频道的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品冠，在这边也要特别祝福所有的观众朋友的新的一年新希望，祝大家心想事成，万事如意，身体健康，恭喜发财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Derek 何维健，在这呢就想要祝大家新年快乐，万事如意，恭喜恭喜。嗨，大家好，我们是大嘴巴，祝大家在新的一年身体健康，可以赚很多的钱，心想事成，万事如意。大嘴巴在这里祝大家新年快乐，万事如意。十五秒，空，五百巨星 ，Hello， 只要好好根基，就万事兴隆。一般一般的运程，是难不倒你们的。